那一年，他们一行人都站在这里。这两个月，全世界都在向我安利周生如故，被虐得一塌糊涂之后，我明白是时候去一趟青龙寺了。你好，小林，在导航去新昌大佛寺。现在的青龙寺在西安，但西周的青龙寺在浙江新昌。在所有求不得里，物是人非最痛心，所以我总希望时间能停留在他们一行人站在青龙寺门口的时候。那时的时宜还只是南陈王府的时宜，发乎情，止乎礼。周生辰和时宜大概是我见过最克制的爱情。我曾困惑他为何不起兵，后来我明白，如果他这样做，他就不是世上如网友几人的周生辰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再悲伤了。等我的设备充好电，我要开车赶去镇江。我想去那个平行时空里，看看故事圆满的模样。